万千星辉颁奖典礼2022马来西亚地区，获提名最喜爱 TVB 女主角，江嘉敏回归光影中神奇的灯泡。大老师，你咁专业嘅态度，真系好值得我哋好好学习啦！我最近接咗个新剧本，咁我哋嚟体验生活，攞下灵感啦。可能呢个系上天嘅安排咧。你呢句对白几好笑，等我抹大舌。发挥想象力，展现超能力，立即投票投选你嘅最爱啦！